站在你无法释怀的记忆面前，我真的无能为力。我没有办法让你重新开始。对不起。这不怪你。对我来说，过去的一切就好像这儿的阳光、大海、葡萄园一样。看见他们。 我就会想起以前和黄烈在一起的日子，他一直都在呢，我忘不掉。对不起，这是我的问题。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重新开始，你还是想着逃避，对吗？你之前所有说过的话都不算数了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勇敢一点，告诉黄烈，也告诉你自己，你能，你一定能忘记过去的。 为什么不能？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可以重新开始。不，你不会的。你是一个活在过去里的人，一心。这里的大海、葡萄园和阳光跟过去一点也不一样。 是你自己把他们想象成的过去一样，你把我也想象成以前那个陪在你和黄连身边的那个人，在你伤心的时候能够借用一下我的肩膀，跟我待上一个小时，哪怕是对我笑一下的那个人。 我现在不想再接受你的感情施舍了。你不是说了吗？想要忘记过去，那就从忘记过去的我开始吧。艾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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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oing. I want to go back to the chateau. Right now, Michael, right now. Where's Yixin? Shen is some space.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Hi, Jesus.
Daniel! Going to the airport? No, to the seashore. Okay, well, jump in. Thank you. Hey, good luck in finding Yixin. Yixin! Are you all right? You okay? Sure. Thank you.
对不起。对不起。我累了。我也是。咱们能一起忘掉过去的事儿吗？就当现在是个新的开始。好。说点什么吧。我不知道说什么。说你很好。装下我们吧，把我们的心声充满大地，一心开启一个新世界，你一定会幸福。杜山，就差你签字了。我知道，这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我。但是你们要理性的想一想，怎么样才能对酒庄有好处？独自死扛着，最后换来的只能是无奈的倒闭。就让我帮你一把吧，只有这样，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杜山，这是一份与魔鬼的契约，他会出卖掉我们酒庄的灵魂。酒庄的灵魂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它是酒庄存在的意义。可是我们已经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可是什么都没有得到。我觉得为了这个酒庄，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这是你的酒庄，你做决定吧。我知道，你们都会爱这里，但是现在是时候该做些改变了。潘老师，没必要这么直接就逼人家做决定吧。
好吧。我最多再等你们一个晚上。祖山，能允许我在你们这里借住一宿吗？啊？我没问题啊。蛋壳，你呢？我？我随便。老师，这是你的房间，现在你就在这里休息。房间不错。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做这笔生意吗？你想控制杜山的酒庄，你想用它赚钱。我赚钱的方法有很多，用不着这么费劲。我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你。你说的对，将来我会控制杜山的酒庄，更会把杜山和那天全都赶出去。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你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了，你的未来不在这儿。那就请潘老师说说，我的未来在哪？再过几个星期，我要去一趟法国。波尔多大学已经聘请我为葡萄酒专业课的老师，我可以安排你过去。我去那儿干嘛？学习呀。你也知道，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就是您跟我说的未来。我告诉你，你的课我已经上够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过去去学习去，我是想让你跟我在一起。这就是我说的未来。蛋壳，你怎么啦？怎么啦？你知道的。潘潇今天留下来，是为了你，对吧？该到做选择的时候了。凭什么让我选？我不想选。难道你想两个同时拥有吗？我只是不想放弃。蛋壳，你这样会伤害到那天的。我就是怕伤害到他。难道你更爱
潘潇。可是你知道吗？那天比潘潇更爱你。可是他说过，他永远不会离开我的。他怎么跟个傻小子似的呀？是啊，他就是很傻。可是蛋壳，你必须做出选择了，不想选也得选，因为爱情就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越是不想伤害的人，反而会伤他更深。现在呢，我把我的地图给你了。你要干嘛？我要带你去个地方，波尔多格拉夫。什么意思？其实呢，我也不知道你的家人在那儿到底发生过什么，但是既然那个故事，那瓶酒让他们记得了一辈子，那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一起去，也许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记住那个地方，记住那段日子，并且铭记一生。那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我好像跟你说过吧，在每一瓶酒里，你都可以看到酿造它的风土与气节，也可以看到他的故事。可以吗？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没有，什么都没闻到。我闻到了，我闻到了爱和守护。在战火硝烟的岁月里，一个妻子对出征丈夫的思念与祈祷，一个人一生中对爱的期望与守候。战争过后，你说的那个地方很美，但是和你去的人不应该是我。去找一个爱你的人。
酒都被那天打碎了，没办法再合作了。那天打碎了很多酒，他人呢？走了。那天很少这样吧？你知道吗？其实，在那天的心里，不应该有比酒更重要的东西。他除了在葡萄园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他生存。那天从来没这样过。那些酒对他来说，就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现在看来，有比他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被打碎了。真的很遗憾，你自己要保重。放心吧，潘老师，我不觉得遗憾啊，我反而觉得一身轻松。自从您来了酒庄之后，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现在您终于潘老师，这已经比约的晚了两个小时了，您高徒他人呢？啊，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越有才华的人，对时间吧越没有概念。有的时候，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请你们相信，记者朋友们，我一定保证，他值得咱们等待。啊，那个。喝水，喝水啊！不好意思啊。你知道这个屋子里有什么味道吗？丁香、薄荷、百合、香草。
我想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潘老师。他可怜，你在我心里还不如他呢。好，那我就陪你。要干什么？这儿的酒，你让我怎么喝呀？打开不就能喝吗？打开？嗯。怎么打开呀？打开不就有了吗？